program 咧，就係唔適合以下幾種朋友嘅 ，OK？ 例如你只不過係想嚟讀彈一啲好簡單嘅鋼琴，或者你想唱一啲好簡單嘅歌，或者你基本上你係唔知道音樂製作學完之後係攞嚟做乜嘢嘅，唔該。呢一種嘅朋友咧，暫時離開先，等你哋諗清楚啦，你先再入翻嚟啦。咁而家等幾秒，俾啲時間同學啊離開咗先，跟住我哋先正式開始，好唔好？各位有冇以下呢幾個問題呢？音樂製作好複雜，好昂貴，又或者你當你想開始製作音樂嗰陣時候，你會諗 ，Who？ 我揾邊個呢？究竟我係想揾一個？music director 先啦，定系揾一个 composer 先啦，定系揾一个乐师咧？呢啲问题咧，如果你系有嘅，咁呢个 video 咧系非常适合你啦。因为咧，我将会喺六个星期里面咧，去训练你点样系成为一位音乐制作人。讲到呢一度咧，可能你会谂，我做咩要听你讲呢？系咪？咁唔好意思，我未介绍我自己，我系 Charles Teo 张家明，我嚟自马来西亚，我系1995年咧嚟到香港嘅。2002年到2005年期间咧，我系连续三年攞过呢个 Cash 嘅流行曲大赛嘅。2020年咧喺呢个音乐行业里面已经系做咗20年噶啦。咁我又行过好多个冤枉路嘅。点解我会明白呢？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是一個 musician， 我自己都是一個藝術家，我很明白以下這個問題。大家有沒有試過一樣嘢，就是當你想去學一樣嘢，即係例如話你想寫歌 ，alright， 跟住你話，不如咁啦，我不如學下彈琴啦，或者我去打鼓。咁你學下咧，你會跌入一個窿嘅，你會學咗太多，跟住咧就非常愛上咗打鼓或者係彈琴，跟住越學越耐，越學越耐。你會基本上你唔記得咗，原來你係想做 composer 嘅，你會做咗第二樣嘢，幾年之後你就要翻轉頭喺度諗，係喎，我原本想寫歌嗰樣嘢，我去咗邊啦？啊，再嚟一次，咁結果咧兜兜轉轉咧，你會用咗好多嘅時間咧，先至去完成你想做嘅嘢。咁呢啲冤枉路咧，我話俾你聽，我同你一樣，我行過，我好明白。所以咧呢個 course 咧個好處就係，我淨係會喺短短嘅六個禮拜裏面咧，教識你，你點樣去成為一個音樂製作人需要知道嘅嘢 ，OK？ 就係 right amount of knowledge 俾你，將音樂成為你嘅 career 嘅一部分，就算唔係全部，一部分係你嘅 career 裏面嘅一部分，而呢一部分咧係好緊要嘅。記住呢一部分係 music 係你嘅 career， 唔係你嘅 hobby。所以咧，各位朋友，唔好再去嘥時間啦，唔好再將 music 變咗一個 hobby， 跟住不停喺度學，達唔到你嘅目的。假設你係呢幾個職位嘅，或者呢個職業嘅 ，OK？ 假設或者係你有相關嘅都 OK。我舉五個例子，好唔好？第一個，你係一個老師，你係可以喺一個 playgroup 幼稚園嘅老師，一路去到大學 ，OK？ 又或者，你係想寫歌，你未開始寫歌，或者你係想嘗試去寫歌，你已經係同我一樣啦，都係有個 musician， 或者你係做 marketing 嘅，你經常會接觸到 social media， 例如 Facebook 啊、YouTube 嘅嘢，又或者你只不過係一個 music lover， 音樂愛好者，你想進軍呢個音樂界嘅嘢，我會短短六個禮拜裏面去講一啲你哋需要知道嘅嘢。亦都可以避免提頭先我以上講個問題，就係話 distraction 啊，你會跌入嗰個窿，所以大家就唔好再跌入嗰個 rabbit hole，OK？、Okay? 跌入去之後咧，就去咗第二個世界，跟住就好耐嘅時間先至翻轉頭 ，OK？ 唔好再重複我以前行過嘅嘢啦。嗱，例如，如果你一個老師，你係可以做啲乜嘢咧？點樣去 enhance 你嘅 skill 咧？例如，我搞 playgroup， 我可能有啲音樂上啲嘢咧。我想自己製作，我想 prepare 一啲你自己嘅教材 teaching materials， 去到大學一模一樣，有好多同 music 有關係嘅嘢咧，你係可以自己做嘅，你唔需要去靠人嘅。OK， composer 更加係啦，即係我頭先啱啱舉咗個例子，你寫歌，你係需要一啲其他嘅嘢去幫你做一啲更加好嘅 creativity 創意，你需要好多靈感去創意。大家你要知道，其實我自己本身寫歌咧，我都要靠好多嘅一啲額外嘅嘢，即係外在嘅嘢去刺激我去寫歌，等我有多啲嘅靈感嘅。咁呢一個課程咧，啱啱我會俾一個足夠嘅知識 skills 同埋一啲 gear 你係可以去用呢一啲嘅工具咧，
去發揮你嘅 creativity 嘅。OK， musician， 頭先我有冇講過？有啊。OK， 好 ，musician， 可能你一個琴師。咁當你想做一個演出嗰陣時，你係可以自己做一個好簡單嘅 MMO 上台表演，又或者呢個 musician 通常都會係一個 teacher，all right？ 小提琴，你可能需要一個琴師，或者你自己識彈琴，你想錄咗一啲琴去做演出，或者係做 demo audition 呢啲嘢咧，通通我都會喺六個禮拜裏面教曬你。或者你係話你係一個 marketing 嘅人，你話我唔係一個音樂人，不過我個公司啲人咧成日都要求我去點樣去剪片啊，咁音樂上啲嘢咧唔識得點樣去處理，尤其是處理 social media 嘅，有一個好弊嘅嘢嘅，我自己都試過。你有冇試過一啲歌咧，你抌咗上去之後咧 copyright 嘅問題，跟住俾人刪走咗？又或者你會話好簡單啫，我去買罐頭得啦。嗱，買罐頭我自己都有做噶，我非常中意罐頭音樂嘅。不過咧，罐頭因為你攞咗翻嚟，你都要做剪接嘅，啱唔啱？你可能會話：哦，罐頭音樂攞咗翻嚟之後，我可唔可以修飾啲嘢咧？我可唔可以加啲嘢咧？我可唔可以加啲 sound effect？ 嗱，開始上堂啦。呢、這個字咧係 sound effect 嚟嘅 ，all right？ SFX， 我可唔可以加啲 sound effect？ 我可唔可以對住嗰個鏡頭裏面，我可以錄一啲 voice over？ 可能我個老細好想佢自己做一啲 VO 嘅嘢啊，我可唔可以幫佢錄咧？做一啲係好簡單嘅嘢。嗱，呢一樣嘢咧最適合細公司。因為你可能你嘅 budget 係唔多，我話俾你聽，因為嚟緊嘅日子咧，細公司發展係越嚟越多，而唔係大公司玩曬噶啦，所以呢個課程係好啱你哋噶。OK， 又或者到最尾你一個 music lover， 你點樣去用一個最平嘅方法？聽住喎，係最經濟最平嘅方法去踏出你嘅第一步，而唔係去教你點樣用一啲好昂貴嘅儀器嘅。我呢度加多少少啦，好冇？我加多少少補充一下呢一度。以前我記得我嗰陣時初初出嚟啊去做呢一行嗰陣時咧，我會遇到兩種人嘅。第一種人咧就係前輩喺音樂呢一行已經係好有資歷噶啦。仲有一種咧係音樂發燒友。呢兩種嘅人咧俾你嘅 advice 係好極端嘅。第一種咧專業嘅人咧就會同你講，Charles， 你咧就簡單得噶啦，你就係買啲好簡單嘅嘢，你慢慢做啦。做完一單嘢之後咧，你就會知道你需要啲乜嘢。你用嗰筆錢咧，就投資少少，越儲越多，越儲越多你啲儀器，而唔係一次過買好多嘢。音樂發燒友咧會同你講咩？哇！我而家屋企咧有呢一個 model 嘅 sound module 啊 mixer 咁樣，佢會同你，佢好希望你同佢玩一啲係好刺激、好玩嘅嘢。呢、這個就係分別啦。音樂發燒友咧，佢唔係攞你賺錢嘅，佢係滿足佢自己嘅。而一個專業嘅音樂人咧。而我會告訴你，你想踏出第一步是以經濟行先的，因為我都是這樣開始的。我20年前剛剛踏入這個音樂行業的時候，我用的東西是很簡單的。我當時就是用了一部很舊很舊的一部 PC 電腦，我還要是用一個人給我送給我一個翻版的一個 software， 而且那個 software 裡面做的東西功能是很少，跟著那個電子琴都是人家施捨給我的，那時候我是沒有錢的去製作呢個音樂。不過咧，我就係用呢幾個儀器，我做咗我第一單 project， 就係杜德偉先生啦。佢嗰陣時咧就俾咗一個 job 我，佢嗰陣時唔知我啲嗰個環境係點樣嘅，佢就話：喂 Charles 啊，好高興認識你，我呢度咧有一首歌，你可唔可以幫我做一小 demo？ 如果得嘅話咧，以後你就幫我做一啲電影嘅主題曲啦，好唔好？咁嗰時我好開心，我好努力喺我有限嘅資源裏邊咧，做出一個好嘅作品俾佢聽。跟住咧，佢就有一日就同我講話：，喂，不如咁啊，我上你屋企，我哋做一啲微調嘅嘢。佢就上咗我哋屋企。我嗰陣時係住喺劏房嘅，啱啦，你冇聽錯，我係住喺個劏房，非常之細，100尺。佢係坐喺我張單人床上邊，我哋一齊去做音樂。係，咁我就係咁樣開始慢慢開，即係起家嘅。係，所以點解我會同大家講，你哋唔需要覺得我而家要買好貴嘅儀器去 start up 你任何嘅嘢，沒有最貴，只有更加貴。OK， 只有更加多嘅嘢。好似我而家，我已經係去到一個地步咧，我嘅 home studio 係唔需要再買太多，因為已經差唔多就係爆曬，你唔會用得曬嘅。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唔好去嘥錢。All right， 反而咧，你可以用啲咩資源咧？你可以學嘢。因為學嘢呢個 knowledge 咧係無價嘅。點解我會話喺6個星期內，我可以訓練你成為一位音樂製作人？而下低咧我都會係寫，就算你係冇任何嘅製作經驗都可以咧。點解我會可以咁大膽話俾你聽，你都可以？因為我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學習嘅理念。
Knowledge Broker。 OK， 中文呢我將會解釋成為、知識中介人。個意思是什麼呢？即意思是說你在很短的時間裏面，你就算不懂得去做那件事，不過你知道它的來源怎樣去做，你將所有的資料集在一起，跟住你混埋一體，去好好去利用。你識幾多少你就做幾多少，唔識幾多少你可能你亦都可以用一啲科技，或者係叫啲朋友同行去幫你手。我舉一個好好嘅例子俾大家。我好鍾意有一個 musician 嘅，喺90年代嗰陣時候，佢叫做喜多樂 Kitaro， 90年代佢好犀利。佢唔係一個正式喺音樂學院畢業，冇咩太多正式嘅 training 嘅，即可能同你一樣 ，OK， 有好多嘅音樂愛好者咧，唔係有呢個 luxury 就可以想帶我去讀音噶啦，冇嘅，好多人係冇呢個 luxury 嘅，包括佢在內。咁佢咧就係、一個好 creative 嘅人嘅，咁佢咧當其時係冇呢個字嘅，不過咧佢就利用咗呢一樣嘢嘅 ，OK， 就係佢點樣去將佢所識嘅嘢，佢點樣寫歌，佢點樣其他人嚟幫佢手，去製造出好多嘅唔同嘅。好靚好靚嘅作品啊！咁大家可以 search 下佢。All right， 我哋記得喺香港嘅、其中一個電視節目咧，佢叫做《尋找他他鄉的故事》。嗰陣時嘅主題曲咧就係佢作噶。你知唔知咧 ？Kitaro 先生、喜多樂先生咧，佢淨係識得單手彈琴嘅啫。你冇聽錯，如果你淨係識得單手彈琴嗰個咧，你真係要睇佢嘅作品。佢淨係可以單手。他一首歌是这样的 Alright， 他用电子琴来弹，他只是单手弹琴，他都可以 create 很多很多很漂亮的音乐。所以他呢是 inspire 了我一样东西，就是你市面上你要记得很多的音乐制作人呢是不可能由一到一百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工作呢他全部都自己懂做的。他知道一到一百每一个岗位要做啲乜嘢，不過唔代表佢全部都要自己識做。Music producer 呢一個崗位好玩嘅地方就係佢識得點樣去利用佢身邊啲人或者一啲科技咧，完成佢嘅音樂嘅。Action. I said empty your mind. Be shapeless, formless, like water. When you put water in a cup, it becomes the cup.If you put water in a bottle, it becomes the bottle. When you put water in the teapot, it becomes the teapot. Water can flow, it also can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 我是很喜欢李小龙先生的，他很厉害这个人。他懂得怎样去运用他自己懂的一些 skill， 他变成一个电影人。他明明是一个武术家来嘛，突然变成电影人，是不是很厉害？所以呢，我很想将这个理念呢放在我的课程里面。Be water。OK， 舊有的模式、舊的思想，我們應該要慢慢捨棄的了。我們要用新的方法、Music production 都是這樣的，就不要用一些很舊的方法去學。所以呢，我們是要重新思考和學習的。還有一件事，就一定要互學互用。我很希望大家上完這六個星期的課之後呢，可以達到三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我很希望可以見到你哋係可以製作出屬於你哋自己嘅音樂，無論一個好大好 grand 嘅音樂，定係一個好小嘅作品，小到可能就係得一個鋼琴加一套鼓，佢都係屬於你嘅音樂，而且你係唔需要擔心 copyright 嘅問題，因為佢係你嘅音樂，啱唔啱？好，第二樣嘢，我希望你哋可以上完堂之後，可以有一個增加一個新嘅 skill， 同埋一啲 knowledge， 係可以喺你哋嘅事業上邊咧。有進步的，可以幫到你們的事業的。 Alright， 第三件事，當音樂原先是一個 hobby， OK， 你是熱愛音樂的，將這個熱愛的東西搬入去你的職場，在你的事業上面，那你就是 love your job 啦。有什麼是好過你日日過著是很開心的日子呢？對不對？不如我在這裡透露一點，我這六個星期的課程裡面我會教你什麼，好不好？首先跟大家說，
我六個禮拜裏面呢，我係每一日你都要跟蹤我呢個課程嘅，追蹤我呢個課程，就係我每一日都有一堂課 ，OK？ 咁我大約會咁樣嘅，我第一個禮拜呢，會講一啲 overview， 關於呢個 music industry 裏面有啲乜嘢人啊，有啲乜嘢嘅儀器你需要知道嘅，或者嗰個成個流程，一個音樂流程你需要知道啲乜嘢 ，OK？ 咁第二樣嘢呢，我會教大家點樣用一個好低嘅 budget 去創造出一個屬於你自己嘅 home studio， 聽清楚係 low budget。Alright， 第三樣嘢，我會教大家一啲音樂上嘅 style 嘅 ，alright， 有好多唔同，教大家點樣去分析 ，alright， 唔同嘅 styles， 即係例如我舉個例子，就而家啲人好中意聽 Korean pop， 當你聽到一首歌 Korean pop 嗰陣時，好多時一啲人會覺得呢啲咩 style， 淨係一味識得講哦呢啲 Korean pop song， Korean pop song， 咁其實唔係咁樣嘅，每一首嘅 Korean pop song， 佢自己本身原先咧。都是嚟自一啲其他嘅 style 嘅。咁當你想製作音樂嗰陣時，你唔可以一味就話我想做 Korean pop， 或者我想做 Japanese pop， 我想做 Candle pop 嘅，係唔得嘅。因為 pop 太大啦，你可能我想，因為佢可能裏面咧係有加插其他，譬如 rock 啊、R&B 啊、country 啊呢啲嘅嘢。咁我要教大家點樣去分解聽音樂 ，alright。仲有一樣嘢就係，當你有自己嘅 studio 嗰陣時，你有好多事。你唔需要去求人嚟嘅，你有好多事你自己可以 practice， 可以彈啲好簡單。記唔記得頭先我有講過 Kitaro 呢一位好資深嘅音樂人 ？Virtual， 大家而家係好興叫做 virtual instrument， 就喺電腦裏面係會發聲嘅。我會教大家點樣去運用一個電腦裏面點樣去編曲或者作曲，好冇？咁呢一度咧就係 creation， 我亦都會分享我作曲或者我編曲嗰陣時嘅一啲靈感係點樣嚟嘅，聽清楚。我的靈感是來自這些東西，我會教給大家最後一件事，我會教大家怎樣去 present， 怎樣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去將你首作品是 present 得很漂亮。網上課程有什麼好處？好處非常多，有時候我會覺得 online course 其實是更好過是我真的親手是即係見到面嘅，我話俾你聽點解？因為咧，當你上咗你買咗我呢個課程嗰陣時咧，你係 no time limit， 我唔記得咗寫。仲有一樣嘢就係 no space limit， 你喺邊度？你係幾時？你係美加？你係日本？你喺非洲？你都可以重温我個呢個 lesson 嘅。你可以 skip all my mistakes， 我行過嗰啲冤枉路咧。你哋唔需要再行噶啦。去到呢一度咧，你可能會問我點樣可以幫到你？你點樣可以喺我嘅身上學到嘢呢？好簡單，你只需要答三個問題，係答翻你俾你自己聽就得噶啦。你認為喺你嘅事業上幫唔幫到你？第二樣嘢，你認為你學咗呢一個 skill 之後，你嘅 music 係可以影響幾多人？你可以用音樂幫到幾多人？音樂咧嗰個影響力係好大嘅。可以去振奮人心，可以幫到好多有需要嘅人，呢一樣嘢係好緊要嘅。所以大家呢一刻唔好諗住我點樣可以揾好多錢，千祈唔好咁樣諗，因為音樂咧你一定要好真心地去對待佢。當你嘅音樂係做得好嗰陣時咧，你嘅機會咧自然會嚟揾你噶啦。最尾一個問題啦，就係你嘅決心，你究竟而家呢一刻有冇決心係行出嚟嘅第一步先？我講緊嘅決心唔係講係下個禮拜。不是讲下个月，不是讲半年，不是讲明年，我是讲这一刻你有没有这个决心先。如果你是有的话呢，那就简单了。你只需要在上面又或者是下低有条 link， 你 click 进去，你就可以进入这个课程了。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有什么是包括了的呢？我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简介。第一，六个星期平均来讲呢，我会有42日的课堂是跟你一起上堂的，是会多过42堂的， OK？ 还有一件事，就是有一件事会送给大家的，就是 worksheets 或者叫做 assignment sheets， 一个工作纸，是方便大家一边上堂的时候记录低，等你不会忘记。第三件事，我会邀请你去参加我们的 VIP private group， 是一个群组来的， OK？ 这个群组里面呢，会有其他的 musician 或者你其他的同学，我们会互相鼓励，互相交换作品，因为音乐呢是一定要互動的。第四件事，永久性地去保留這42日整個6個星期的影片的。最後一件事，
亦都係最值錢嘅地方，就係有 one on one。我係 weekly， OK， 我會定時定候，我會同你一齊去解答一啲你喺呢六個星期裏面上堂嘅一啲狀況，有咩問題，你可以直接問我嘅。好啦，而家去到尾聲啦。如果去到呢一刻，你認為你開始已經學到一啲嘢啦 ，OK， 我想話俾你聽，其實你呢一刻你只不過係學咗我5% 嘅嘢嘅啫，仲有95% 咧喺呢個 program 裏面，我會 exactly 係教你點樣去成為一位音樂製作人。好啦，事不宜遲啦，我想大家係 act fast， 快啲係行動。個原因係啲咩呢？就算你今日購買咗我呢個課程，你唔係即刻係有得上堂嘅，因為我想確保咧每一個學員咧喺某段時間裏面咧係會好專心地可以同我一齊 one on one。所以如果你購買咗之後咧，我只能夠同你講，我哋會盡力安排到你盡快上堂。所以咧，我唔想有一個 traffic jam 喺度。喺呢一度，我好希望大家快啲去開始你嘅音樂旅程。Thank you.